我们今天的鸡排叫你蒸鸡排，就是哪个他骂你？他骂就发，我告诉你啊，全全演艺圈也只有他敢骂我，好不好？今天出来做挡鸡排，就是我鸡排加珍珠奶茶，加两百块，一个套餐。我看就直接收摊，我包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就好不好？来，来，来，再拿点点赞，哎，好，这边，哎，这是我们一号，有没有？今天我们的天之地哈，你买几份？两份哦，哎，两份送套圈圈，领我们的，鸡排是原味的还是什么？你要原味还是三杯？三杯，全部三杯鸡，那钱我就收了哈，还有通告费，还有鸡排钱，可以哈，可以可以。你如果想骂人也可以，我随性，我们也给他袋子装三杯鸡比较好拿。
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感恩感恩。来，下一位，哎呦呦，有去哪？来，好，一份原味，一份原味，一份三杯鸡。好，来，哎，对，你们小心。来哈，这待会可以套圈圈。这边都一般的来嘛，对不对？一般的哈，原味的，原味的，好，原味就是撒胡椒粉。好。谢谢，感谢感谢，好，来，赞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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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后面有要原味的吗？单独要原味的先来。来来，因为这边怕待会凉了，两份原味的。是原味的还是？然后。原味的吗？好，谢谢谢谢，这样子。贴纸，对对对对对，还有两份贴纸。哎，要提醒我了。开始了开始了。开始忙了，忘了。哎呀，正常的。 哎，我们的三杯鸡要快哦！好，好不好？下次多买两个如来嘛，好不好？下河西湖有哎，动作快啊！快，客人要退单啊！哦，客人说愿意等啊，你看看你们面子多大，这是什么？三杯，太厚，太有料了，真的。哦，腰好酸哦。哦，好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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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原味还有一个三杯，两份。 好，那个饮料在这里哈。贴纸要记得。贴纸来，马上拿给你。好。手脚变快了。啊，手脚变快了啊。来，原味的，有没有原味的？一个原味，一个三杯。好，现在缺三杯哈，怎么样？还有没有？只要原味的，只要原味的。对，两个。
两个原味的是，有原味的有。好，没问题。来，谢谢。这个，那我先把这个。哎呦呦呦呦！哦，那个胡老人家在咳嗽是不是？老人家咳痰是不是？答原味的两个，好。我马上给你贴纸哈，那个饮料在这边，找你钱再给你贴纸哈。你是，来，钱先给你。做生意很难哦。哎，没事，慢慢来。等一下，我给你贴纸哈。做生意很难。累的。才卖不到20个就累了。缺哪一个比较多？缺，都缺。但先给我那个3杯的，那这个家庭3杯啊，哎，原味已经吃完了，还缺了2个3杯的，再两分钟，你可以先给他们，然后请他们等一下下再吃，这样很烫，因为很烫，吃来一口，然后有啊，因为太急了，原味的太饿了，3杯记得放那里，不是太香了，就是。你们的道歉，哇，这个好烫，好烫，哦，贴纸哈，对，拍死。你心想做到怀疑人生呢？你怕从刚刚都开始没有讲话了？谁？你心想啊，怀疑了？不会啦，没事啦，我们每一次摆摊我们都怀疑，很有趣。那你觉得哪个比较帅，还是心想比较帅？哪个有在听吗？没有，他刚刚在讲话。心想比较帅，哪个？怎么样？彩华姐说新阳比较帅，帅也是我三张帅，对不对？呀，所以你一定更帅呀。谁要那个3杯的一份？你干嘛害怕？哎，那个，我们现在哦，因为哦，我们前面啊那个骰子那个，我觉得5套啊压力比较大了。我们你看2套可以骰骰子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后面的买2套的，我们就可能打8折啊。哎，都同意了，好，一致通过哈。你要买5份的，3杯的，哎呦，好，来丢，鸡排1份打8折，阿米先回复，哎，他也知道我们成本太高了，你知道吗？来，哎，5份的啊，谢谢啊，来，钢侠，好，来打个8折好了，好不好？来哟。哎，真奶加1杯。哎，还有这种人啊，说甩到1杯真奶，说不要了。啊，他送人家，好。那让上宝郎。3杯缺很大。好的。3杯缺很大。有两袋在路上了。以后干脆不卖原味了，好不好？卖3杯就好了。好，可以哦。要不要？我们要不要同意？都只卖3杯吗？嗯。那我们把原味卖完。姐，我们先腌3杯就好了。对啊，我们就原味卖完，卖3杯嘛。好的。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只卖原味还是只卖？只卖3杯了，3杯的需求量比较大了。好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啊，是。那可能更要跟客人说一下。那个，我们后面都卖3杯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原味要3个是？原味3个给补给你，后面都卖3杯了哈。南哥，你还是要听客人的，不是客人听我的啦。今天难得来，客人听我一次好不好？好，好大声！奶哥回去的时候先安了。对，奶哥一定会后悔，一定会后悔。我跟你讲，我是啊，这个是过来人，我是过来人，我是真血淋淋的例子。那个珍珠快卖完了啊，后面就是只有真奶了啊。没有珍珠啊？没有珍珠了吗？还有吧？有了。我想这样子比较方便啦，奶直接带这倒一倒就喝了。那就卖牛奶就好了。对，下次不卖珍珠，只卖奶。你想死掉？在当哑巴？还是当哑巴？你是不是太忙了？想要讲话？你知道做事也可以讲话，你知道吗？下回戏没打哈欠。要不要回家休息？奶哥，你知道我们已经录2天了吗？你年轻人叫傲笑脸呐！哎，那你要坐在那边，你看看。我跟你讲，奶哥，怎样？明天起床一定会后悔。不会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上次包大哥来，他就封锁我们所有人了，他就说他不会再跟我们联络了。那个傲老灰啊了。
我每天做重训的，怕什么？认真。看看到没有？蹲马步。劈腿，劈腿，劈腿，劈腿。要怕怕什么？下不去啊！破空翻，还翻不过去啊！没有杯子了。啊？两份了，要两份了，好。好。那差不多，如果他们也是两份的话，刚好刚好刚好。啊，你们要后面要几份？两份了，好，刚刚好。哎呀，哎，刚刚好。哇，这太完美了！哎，刚刚杯子一个不剩哦，没有嘞，怎么那么薄啊？哎，五个人忙成这样子，才这么一点啊？你才知道，你我们前面九集，你们两个同时讲，对，你才知道，因为我们前面九集，我们也是都是五个人这样，然后还可以赔两万多，你看我们到底在干嘛？三万多，哦，三万多。你们今天材料成本大概多少？今天成本大概1万多，算比较高，要六七千。六七千啊！一二三四五，二五二六，两万六。这边三千六。两万九千六。四千五。两万九千六，三万四千一。三万四千一。你那边零，你那边零用金？这边有一万九。啊，不，1900，所以是36000，然后扣预备金是5000，所以今天是赚31000，31000块。我们没有突破30000块过。我还要垫200，因为今天有一个穿青蛙装的来，那个小弟弟，我帮他垫200，成本没有到1万啊，成本不到一万。哎呦，那这样做炸鸡排是？蛮好赚的，继续卖，开摊了，开摊。我靠，一天2万，一个月60万呢！啊，明天不主持了，不录了。我们要讲，因为今天我们是五个人在干啊。对。哎，平常都是夫妻啊，或情侣啊，对，两个人在做啊，对，来不及那么多啊。对。而且今天是还是我们，因为是节目录影，我们这些人，对不对？大家愿意捧场。有些人愿意来捧场，对，所以不一样啊。所以我们真的能够体会。做夜市人生呢不容易，真的不简单。金阳今天觉得 OK 吗？蛮特别的一个经验，一再特别呢。那你还会再来吗？哪里有特别？考虑一下，其实我爸很辛苦啊，他真的。我辛苦一辈子了，不是今天辛苦，好不好？我养你们更辛苦。那你还有缺儿子吗？哦，我告诉你，真的不缺。好了，可以。你们他太厉害了。边收钱，然后边寄几份，然后还边跟客人聊天，边拍照，还要照相，还要叫你们，对，对不对？我要帮你们甩骰子，对，还要帮你们吆喝，好，谢谢奶哥，谢谢金阳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